莫文蔚呢日为妈妈莫何敏儿举办80岁寿宴 ，Karen 话呢个寿宴筹备咗超过半年时间，宾客多达300几个啊！哇，呢、這个佢唔知搞咗几耐啊！呢、這个佢一手包办。又俾我知道，有時開會又話啊，媽咪唔該你行出去一陣間啦，即係嗰啲咁嘢。咁係啊，如果唔係咪冇 surprise 咯。不過其實你都知曬咁滯有啲嘢。差唔多啦，不過有好多我都唔知嘅。咁啊，你仲可以 surprise 我。係啦，今晚你 happy 啦。Happy 啊，非常之 happy 啊，個個都 happy， 希望喺今年 happy。阿媽今晚是女王咁樣嘅，佢就坐喺度乜都唔使搞嘅，我坐喺度 enjoy。我哋個個就去係啦，服侍佢咁得啦。今次壽宴仲會有拍賣會，籌得嘅款項會俾佢哋嘅莫理事愛心行動基金作慈善用途。Kevin 都準備咗啲嘢嚟拍賣㗎，一個可以上我嘅嚟緊香港同台北演唱會嘅舞台上啦，就做一個即係支票捐贈儀式。咁所以睇下邊個可以即係捐最多錢嗰位仁兄啦，咁就係啦，可以上我舞台。